喂，钱总啊，对，我是小宁啊，对，您说的那个合作项目我非常的看好，对对对，我打算投资入股，你看这样写的行不？我入个人股，我人进去不投钱，啊？等有钱了再合作，喂，什么素质？说挂就挂，没钱就不能入股了。贴的这是什么呀？警情提示。就这点小把戏，只有傻子才能上当，还用得着贴警情提示？真逗！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种简单的骗术，现在有几个团伙啊，用这种骗术已经骗了好几百万了。真的？嗯，民警告诉我的，这还能有假吗？我把这个贴上啊，大家就不能受骗了啊！我觉得光靠宣传起不到防范的效果。必须要让大家体验一次，经历一把，才能保证以后不再被骗。你是想用这上面的骗术骗大家？喂，阿丽吗？对呀，你找哪位？这里是银行信用卡部，您的信用卡已经被恶意透支158000元，如果您再不还款，我们就要对您进行起诉了。什么？我没透支啊！哎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？有可能您的信用卡已经被盗刷了，反正您现在的资金非常非常不安全。是，我把钱存你们银行了，稍你不后就得有公安义机务关帮我会介看着呀，入，对不对？他们会我告不诉管，你您们得赔如我。何保护您的资金安全。谢谢合作，再见。子栋，该你了。转到那个我们公安局的安全账号上，可以的。账号是，太长了，我记不住啊。喂，阿丽，你好，这里是语音提示服务，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把账号发在您的手机上，谢谢合作，再见。不对呀，小宁。为什么把钱打到你卡上呢？阿丽防范意识太差，给他个教训。哎呀，进！丽姐，忙啥呢？转账呢。给谁转账啊？公安局的安全账户。八六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被骗了！看看，警情提示上都写着呢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完了，大兵，我刚刚把我5万块钱全转过去了。你多少？5万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天哪，丽姐你，啊我，快点吧，我想想办法。你别着急，你冷静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丽姐，我想啊，哎，丽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的啊，你重新的是输入一下那个登录的账号，你输入一下，然后连续输入3次错误的密码，就能把他账户冻结，你就能把钱找回来了。试试。骗子的账户。你快点，试试。那密码多少啊？密码随便写，但只能写错的，不能写对的。我的生日，错误。你的生日，我89092023。错误，还差一次。
王小宁的事儿。哎呀，成了。大兵。啊。兵啊。咋的了？登陆成功。怎么样？不能吧？完了。啊，这么巧的事吗？完了。啊。哎呀。不是丽姐，你傻呀？赶紧把他账户里的钱转你卡上啊！快点的。对呀。啊。对呀。他骗我，我把你卡里的钱全转我卡里。